中加，高三 APR 毕业，离别八天，三年36个月，1096天。总是忍不住抱怨时间的飞逝，能互相陪伴的时间越来越短。在这个班级中，总有一种简单、温暖、舒服的感觉。从陌生、好奇、认识、交往到舒适，我们毫无顾忌地对我们最亲近的人袒露情绪。清晨是又一天的开始，阳光很耀眼，上课下课来来又去去，我们在这一片小小的地方跑来跑去。下午在班里肆意欢笑的时光，不在乎别的，开心的笑容是最好的武器。夜晚告别这一天的喧嚣，试着把疲惫挥洒在梦中，一天一天又一天就这样结束了。谢谢谢长大长大，谢谢谢。身份范舒服舒服。大哥了，没品。呵呵。坑爹坑爹。发呆发呆。What the fuck?赞赞赞！逗逼逗逼！值得值得、啊！成长成长！前期前期。真棒棒棒棒！省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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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作死作死！丰满丰满。酷炫，粉色色，捉急捉急，三分分分分，
查人。值了。Good。也黑。奇葩。害羞。说不出再见，收不回情感。我们熟悉彼此最狼狈的模样，我们理解互相最不堪的过去。我只想说，握住你们手的那一刻，我又有了坚持下去的理由和信念。我们彼此信任，彼此尊重，彼此相爱。送给最亲爱的你们，再见不是永别，而离别只是新的开始。回首看去，我们的笑声、哭声、尖叫声、欢呼声仿佛还在回荡，天空中弥漫的是我们那肆无忌惮的青春。多年以后，我们不会为今天的轻狂而后悔，因为每一份挫折都成就了更强大的我们。路还很长，未来还很远，我相信多年以后，我们还会脚踏在同一片土地，微笑着诉说当年的青春。定格中家，让一切的美好定格在这一刻。